好，2019年數學科 DSE Paper One Section A 第一題。咁呢題咧就要將呢條 formula 咧嗰個 x 咧轉做嗰個嘅 subject， 轉做個主項。咁換句話嚟講咧，即係話最撚尾咧，我要咗啲咁樣嘅嘢 ，x 等於乜乜乜。換句嚟講咧，即係 x 咧要做一個主角或者主項 subject。咁我哋個 x 你唔一定喺左邊，可以右邊都得嘅。咁我哋睇睇咧上面條 formula 啦。咁啊左邊如果你想再 expand 佢咧，拆括弧咧，咁啊九 x 喺左邊，咁樣七 x 喺右手邊。咁好明顯都要將個 x 調去左手邊咧，就會出翻一個即係正數 coefficient 嘅 x 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唔會有負數 x 啊，咁會方便一啲。咁我哋左手邊就將佢 expand 佢啦，用個 distributive law， 即係咧拆括弧咧俗稱嘅。咁就係九乘 x 加，咁留意呢度咧就九乘六 k， 即係54 k， 唔好成漏喎，嗱，即係好容易成漏嘅其實，咁就等於咧七 x 加八，咁左邊係九 x， 右邊係七 x， 咁將個七 x 調過去左手邊咧，就變咗九 x 減七 x， 咁啊心算得㗎啦，其實呢度咧，咁咧就會二 x 啦，咁咧跟住咧即係右手邊呢、這個咧嗱，留意呢個係加八嚟㗎，咁所以咧呢度要寫翻乘八或者八啦。咁呢度加54 k 掉右手邊咧，當然要啦。咁咧就變成係負54 k 啦，減54 k。咁最後啦，由以 x 變 x， 咁好明顯啦，就要將成條 formula 成條式咧，每一個 term 啊都要除翻二。咁所以咧就依個要除二啦，依個要除二啦，依個咧都要除二。咁留意右手邊啊，冇除漏啦，八除二係四啦，負54 k 就變成負27 k。咁呢類題目難就唔難，不過最緊要小心。揾到答案之後，最緊要 check 清楚，例如有冇即係 expand 成漏咗啲 terms 啊？譬如呢個正54 k 調過嚟右手邊 ，make sure 有冇變成減54 k 啦。咁呢啲除二有冇除漏啲 terms 啊？咁呢度總共有三個 term 啊，三個項噶。咁呢題最後嘅答案咧就四減24 k 咧就等於 x 啦。咁咧三分。